要站着。
二三，尖叫！有来，海报了，这才是答案。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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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团员文化艺术团一个文化人带来的精彩发现演出，很妙，那样的歌声如此有穿透力，不知道的爱国在穿透，不知穿透是飘扬的蓝天的边界，那个歌声充满魔力的看你的彩虹，我能看到在暗夜当中大家的手跟你的爱国，真是是的，我想在刚才的表演当中大家对，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服饰，也看到现代的服饰，因为他们代表的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一种交融。对，在这边我要特别来跟大家说，为什么看这个表演会令大家这样的感动？因为其实文化的传承其实是人永续传统的命脉。那么在现今社会，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于文化环境的影响，那么文化其实更需要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通过青年能够认同，而且并且一起来传承这样的民族文化。所以刚才你会看到，他们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传统及现代的这样的交融及结合，希望能够创作出美丽优美的原住民文化艺术之美。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期待能够保存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以维系这片土地这样子的传统的情感。不拘一帜的文化，因为饱满的文化，每一代都在影响。我刚才在好奇说，一开始是一个充满原住民的色彩跟那个 DNA 的表演的一个呈现，但为什么台上这些舞者、这些年轻人，他们穿的是几条无限的运动衫，就觉得好年轻、好有活力，但是那个视觉跟我所熟悉的原住民文化的表演是非常差的。对，所以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表演非常有意义，就是从这个农村开始来一系列的演出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原住民带来这种多元文化的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在部落里面，我们带来这种传承非常清楚，以及舞蹈非常有传统文化味道的演出，但是刚才一样是原民文化的表演，我们可以深入看到青年带来的这样传统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与交融，所以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晚上在这特别为大家安排这样的一个表演节目之珍贵之处。袁汉斌先生刚刚为我们带来的，看到那些舞者他们一个串力，一个活动，就觉得那样子的力道，就那样子的一个贯彻，它是可以撼动大地，它可以撼动山河。那么我刚刚说了，这个歌声你听起来，它像会飞，它像会飘，飘过了树梢，打过了蝴蝶结，甚至它的那个彩虹，它前面带来的那些乐曲，它如此希望，如此撼动人心，沁入你的心。是的，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来珍惜在这一块上面的多元化的共融共存。我想今天晚上的表演其实非常精彩，在这里要再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再一次来说，我们每一个整点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传人秀，那么在每一个当点。